你就不能打电话？送给你。 村四组这个杨雪宝，他非要贷款，但是又没有抵押，就找来村里说想要村里给写个担保信。我说这村里没法给你写担保信，我就让他去做一些沿街的小生意，成本也低。但他不听劝，坚持要贷款。这个杨雪宝，你明天叫他来一趟，我亲自问问他。行。还有村二组李小平家的老房子，他说想自己改一改，做一个家庭民宿。 我白天的时候去看过了，房顶上铺着塑料布，我都怕那墙塌了，太吓人了，这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。而且我听他那意思，他也没打算修，说等赚点钱之后再说。他呀，我知道，以前养过鸡，结果呢，家里人都懒，搞得到处臭烘烘的，就他这样还想开家庭民宿啊？是啊。 谢总，嗯，你也说两句呗，你看看我刚才说的这几家，哪家能帮扶？这想法上就非常的离谱。听着是挺离谱的，但这事儿吧，村委会能劝，我不能劝，我也是生意人，不然他们背后肯定会说啊，你谢之遥在村里搞七搞八的挣钱，你不让我们干，不让我们挣钱。哎，还有啊。 这事儿的确费力不讨好，但做生意还是你懂，你就跟着出出主意，有什么想法大胆的说出来。这里没外人，我知道，但我也确实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。小黄刚才说的确实挺棘手的，只能说你们再劝劝。啊，像那个杨雪宝，真要是头脑发热的跑去借网贷高利贷，那就真的要人命了。 书店的租金已经谈妥了，签完合同之后，那边先出方案。我估计他们应该是从工厂定做好之后直接运过来拼装，缩短施工周期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。那闹宅周围住户的工作要提前做好，别到时候施工扰民，闹矛盾。嗯嗯，明白了。他们要招工呢，就从村里招嘛。嗯，他们是这么说的。 红豆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村民宿的老板许红豆，也是我对象。这是我们村党支部的李书记，您见过？李书记好。又见面了。这位是我们村的村主任。村主任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不错啊，好好干。嗯。大家一起。 把咱们村建设的越来越好。哎，放心吧，村里有什么要求啊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嗯，好，带走了。那要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开完了。啊，好嘞。行，那我们走了。嗯。哎，拜拜拜拜，村主任再见啊！再见啊！八分走，辛苦辛苦辛苦。哦，累死了。这工地不是装了监控了吗？啊，还有工头和设计师，你干嘛自己盯啊？不放心，怕出问题。问题呢，是一定会出的，而且还会出各式各样你想象不到的问题。在当老板这件事情上啊，我得给你上一课。给我上课啊？你小学刚毕业就当老师了？我小学毕业。
你一年级啊，你说我有没有资格？好，学长，您说。第一堂课啊，学会放心。这还要学啊？当然啊，我可是交了学费的。这一开始啊，我那个操心哟，事无巨细，结果呢，换来了一大堆的不理解，啊，说什么啊，不给他们空间，不信任他们，连小春都跑来问我说，哎，是不是觉得这几个人不行啊？嗯，不是，多做点有什么不好的？你看活就那么多，你多做了，别人就可以少做。你啊，就是员工做久了，还是员工心态，大家各司其职嘛。老板就做老板该做的，你请他们干嘛来的？啊，你要是对他们有意见，你可以提，但别对他们的工作伸太长的手。不是，可是我是花钱的那个人，我要对最终的结果负责的，很难放心。你看，这就是老板心态，员工呢，是吧？要眼里有活，老板呢，学会信任员工，哎，要把控大方向，一个人是组建不了一支队伍的。嗯。这课不是白上的，你交学费。伸手。嗯。嗯。干嘛？哎，来，给你。谢谢。公众场合，影响不好啊。不是黑灯瞎火影响谁了？我说影响不好，就影响不好。罗全，哎，大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今天刚来，陪客户过来玩，这不刚给他们送到民宿，这会儿给孩子买点吃的。哦，哦，这是小葫芦他阿爸，这我对象许红豆。哦，阿贤，你好。哎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就今天陪的客户买的比较多，我大概能提个五六千。来，好了。阿姐，你们拿点吃。不用不用，我们回去，阿奶做好了，回去吃。哎，嗯，行，你早点回去吧，孩子也快睡了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大哥。哎，阿姐，哎，闺女哥，再见啊。慢走啊。哎，小春的前夫感觉有点肉啊。嗯，肉，就是墨迹。好。所以你说啊，小春那个性格怎么能过到一块儿去呢？嗯，哎，四平叔走了吗？走了，他也一大堆事儿呢。啊，来吃吧。哎，小心烫啊。好，对，要吃哪个？对，这个好。哎，对了，嗯，过两天我跟你一起去接谢强吧。你也想去啊？你去我不去，显得我不把他当回事儿。行。到时候我叫你。嗯，我们还去趟超市，先走了啊。行，嗯，走，拜拜，拜拜。